山仔是对咱开春大寒至开春这个时阵是开始开花，开花期，到清明，清明的时阵已经拢有结果啊。就是讲吼，结果起来差不多在那个迄落拳头尾一半的时阵，就是爱加枝增花。啊，伊套地吼，套地差不多25-30天一定爱加，无伊的色地会褪掉，伊的色地褪掉吼，就较袂遐水。芒果好吃，哎，蛮香的，是在芒果。你晒的，欢迎欢迎。在台湾的芒果品种很多，市面上可以看到30-40种，但是这边是唯一最受欢迎的品种，也是唯一外销日本的品种爱文。芒果从种子种下去，要经过7年才会开花。どうぞ。漂亮的芒果，马里木木盖卡马达基索奥巴。芒果，你看哦，这一带哦，嗯，这只有黄山的最好吃，黄的就不太好吃的。为什么？那里那个海风吹不到啊。啊，这里靠近海边。嗯。靠近海边，海风微量也是很多。对。做宅配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消费者都已经变成一个朋友关系。